里昂是一家主打天然食材健康餐点的英国素食品牌，从伦敦市中心的第一家店开张以来，在英国和欧洲已拥有70多家连锁店，企业版图更跨海逆袭素食文化的发源地美国，全球员工超过了2000人。除了别具特色的餐点大受消费者喜爱之外，创办人鼓励员工学习中国武术咏春拳，提升身心健康，下班后还比上班前更有精神，更是让业绩节节上升的秘密武器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，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，我是凯西。每日商业不仅有每周的节目，更有我们的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和分享。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，欢迎大家点击我们的连结，赶快加入我们哦。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2020年7月6号由陈卫民所撰写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。里昂的共同创办人 John Vincent 在伦敦长大，父亲是意大利移民，祖父是一位充满热情的连续创业家，常常提出一些有趣的创业点子，但他大部分的尝试都以失败收场。从小 Vincent 的家人习惯在小孩生日时一起到麦当劳庆祝，因此 Vincent 从小就是一位素食爱好者，每年都很期待生日的到来，可以到麦当劳大吃汉堡。长大后 Vincent 在剑桥大学主修历史，课余时和一群玩音乐的朋友开着车到处跑，长途车上要解决三餐最方便的选择就是路边常见的素食店，而对各式素食寥落指掌的 Vincent 理所当然就成为大家的意见领袖。毕业后 Vincent 在保险公司做市场行销工作，后来又转职到 Bain 策略顾问公司，在那里他结识了同为素食爱好者也是英国知名主持人 David Dimbleby 的儿子。由于有着共同爱好， Vincent 和 Dimbleby 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想象，如果上帝创造素食会是什么样子，如果能上天堂，那里的素食又会长什么样子呢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也开始注重养生。当时欧美吹起一股地中海饮食的风潮，提倡高纤高钙抗氧化的饮食原则，虽然这和 Vincent 还有 Dimbleby 的喜好相违背，却也让他们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久的素食却没有想到加点健康进去。于是他们在2004年决定辞职创业，以 Vincent 父亲的名字里昂为名，找了过去在贝恩策略顾问接触过的客户寻求金援。许多客户听了他们健康素食的主张后都觉得有意思，有一间威士忌酒厂就一手出资了50万欧元，让 Vincent 和 Dimbleby 在一开始就获得充分的资金。就在 Vincent 和 Dimbleby 选好地点、开好菜单、找齐人手、准备开门大吉的第一天，厨房的通风系统就出了问题，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厂商解决。但员工都请来了，所有人只好开始在店里玩起角色扮演，你当顾客，我演服务生，互相模拟实际开店后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，检讨有没有准备不足的地方。过了几星期，设备终于修好了，但正式开幕的第一天成绩并不理想。虽然上门的顾客不少，但许多人进门后看了一会儿菜单，什么也没买就离开了。关门后的检讨会议上，许多人也提出他们观察到这个问题，并讨论出两个可能的原因。第一个，菜单品项太多，虽然看起来丰富，但对首次上门的顾客而言会不知从何点起，再加上后面排队的人造成心理压力，于是就放弃了购买。第二，店里的菜单太阳春，只用粉笔写在黑板上，再加上异国风的菜名，柠檬橄榄鸡肉塔吉锅、摩洛哥肉丸便当，顾客对送上的餐点长什么样子心里没有一个准备。于是经营团队决定大笔一挥，删掉一半的菜单，再附上每道餐点的图片，让客人不再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感到害怕，降低消费者的选择障碍。另一方面，厨房备料更简单，加速出餐速度，改善了这两点，隔天营业额马上提升25%，厨房出餐速度平均只需要30秒，生意开始稳定成长。开店后第一年，里昂就开了第二家分店，当年还被英国卫报的美食专栏选为英国最佳新创餐厅，餐点的水准被评为没有周边服务的高级餐厅，
2006年，里昂开始以连锁店的模式经营，跨出英国进军欧陆。另一方面 ，Vincent 和 Dimbleby 观察到素食文化的起源，美国的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和素食的需求也很强烈，但这块健康素食的市场需求尚未被满足。因此，即便美国的素食业相对欧洲更饱和，但他们仍决定雇用汉堡王的执行长，开始把企业版图延伸到美国，以新鲜感和餐点品质作为两大卖点。在华盛顿开出第一间分店，第一周就有不错的成绩，营业额比事前预估还高出 26%。站稳脚步之后，直到近年全美连锁素食店掀起一片关店潮，里昂在美国3000分店的业绩仍屹立不摇，甚至逆势成长了 25%。 Vincent 本身有练武习惯，但他学的可不是西方流行的拳击或格斗，而是来自东方的咏春拳。他在练拳的过程中体会到平静心灵的效果，因此找来咏春教练教员工打拳。除了帮员工准备每天要站着工作8小时的体力，也锻炼他们的心智。许多员工参加完6周的咏春拳课程之后，动作变得更加利落，心情平稳。负责泡咖啡的员工可以在49秒内完成6杯的订单，心跳也从原先每分钟100下降低到60下左右。除了心灵层面的提升，在经营策略上，里昂也选择一条永续的路。传统素食为了降低成本、维持品质，多以中央厨房的形式统一供应食材，但长途的运输过程却造成大量的碳足迹。有鉴于此，为了减少对环境的负担，虽然会提高成本、增加维持品质和供应链管理的难度， Vincent 仍然选择就近采购分店附近的食材。此外，每间里昂分店所需的电力也尽可能以绿色能源供应，若顾客共乘前来消费，还能另外享有餐点折扣。原先在 Vincent 和 Dimbleby 的未来蓝图里，每年可以在欧洲新开4-5间分店，英国8-20间，还要把美国经营成最大市场。2020年开出15间分店，但因为疫情影响，里昂的扩张计划暂且停下脚步。期待疫情平缓后，他们能再度迈步前进，让更多人享受到健康美味的素食餐点，也支持他们永续经营的理念。好的，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。最后，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、商业、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，加入焦点观点 Plus 社团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。焦点观点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，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